好，悠悠，请开始。这里有只纸炮，然后这里是两个翅膀，然后这里有灯，然后前面的可以控制，然后呢，这里呢有两个炮弹，可以叫那个这样子。哦，跟着风的方向，它可以改变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的可以再旋转。哦，它可以分解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回来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呢，变成飞镖，然后呢丢出去，然后打到坏人，然后打死之后回来。哇，然后又变成他们的翅膀，是不是？嗯。哇，这招也是很厉害哦。然后这个纸炮的可以这样上去弯。然后发射，然后转的时候可以这样，转，这是谁设计的呀？我自己设计，我没有看说明书，反正是我自己来的。然后这里呢是可以喷射那个火焰，可以把敌人呢用火焰烧起来。哦，这样。